好听的歌声传递后背三省强庙的四周围。每年一到二二八一天，民进党花莲县东部拢会举办活动来纪念二二八受难者。今年特别举行音乐的追思会来纪念因。历年来吼啊，拢伫咱二二八三省公家吼啊，就是咱有三位吼啊，咱台中人吼伫个二二八事件吼。啊，洪庆杀的吼，啊，就是顾尚泰、李时芳甲王继林吼，啊，咱三位吼，啊，即摆已经做成吼，啊，咱的身形就对吼。我相信讲，咱台湾目前为止民主运动行到遮来就对吼，啊，足感谢过去咱所有啊，伫这块土地人啊付出啊，因的心血。虔诚的拜拜，刷落来每一人送上代表和平美丽的白花，来感念二二八受难者。对家属来讲，这天是永远的痛。花莲县副县长张宏丁甲立法委员苏智芬伫咧致辞时，都拢表示，希望大家会当永远记住这天，也将不满甲悲伤化作为向前行的力量。69年以来，慢慢转成这个一股哈奋斗努力的一个力量，所以咱今年都来看着讲，吼咱伫即个家来举行哈这个，只要是正义的代志，只要是咱大家有希望和平的代志，大家都来支持哈。过去来贡献啊，这段日子其实大家台湾的话走得非常的辛苦，啊也走得非常的艰辛哈。啊，咱的是伫这数十年中间啦吼，啊咱的起起吼顶顶吼，啊浮浮顶顶吼。但是总是是咱就是有一个吼，有一个志愿，总是希望讲的是台湾有一天，啊，咱会当家己当家做主，啊，台湾人的前途是会当吼主宰的吼，啊，咱家己公民的这个主权吼，啊，咱就是为着这个目标在咧打拼。虽然已经过69年了，不过为17年前开始，每年二二八这天，民进党人士都会举办活动来纪念受难者的奉献，也希望透过歌声带领着每一位参与者走过伤痛。记者郭雄平采访报道。